即卖局势吼，对国民党真正无啥好啦。嗯，咱坦白讲诶啦，哎呀、啊，你安尼支持吼，我感觉有小可失去一寡民意啊。郭台铭当署长，伊就靠有国际观嘛，你爱想伊靠有国际观嘛，因为伊啥奈有国际观，伊伫做者国家拢有做生意嘛，伫台湾嘛有做生意嘛，伫美国嘛有做生意嘛。啊，伊伫美国共开个支票，无兑现迄嘛听足济，我嘛听足济呢。讲要设厂啦，要安那啦，吼，真济啦。啊，所以这国际观都爱去，毋是有咧走国际，就有国际观啦。喂，阿叔，你好。阿叔你好。我有啦，台南人啊，我永康人啊。你永康哦？我永康的啊。啊，你即摆在做啥？我即摆在淡水啊。哦，你在伫淡水哦？对啊。你做啥物头路？公务人员啊。公务人员佮叹气，哇，像你安尼。啊，过啊嘛无较好啊，啊咱漂泊伫外地嘛。啊，有过年有回去无？有啦，哦，嘛是有回去啦，加回去拜年安尼尔。哦，是是是，啊，你要甲朋友分享啥物、哎？我哦，今仔时吼来甲因解说讲吼，嘛免讲解说啦，我安尼看足侪新闻吼，我感觉讲吼，其实即卖的局势吼，对国民党真正无啥好啦。嗯，咱坦白讲的啦，对啊。啊，我感觉讲迄个阿叔你吼，你。安尼支持吼，我感觉有小可失去一寡民意啊。好、哦，你听我意思。是，你咱即卖的民意吼，较偏向的是吼国民党来讲啦，吼较偏向的是郭韩，啊无就是韩国啦。嘿，嘿啊，这我坦白讲的啊，因为我感觉卖讲啥啦。啊韩呢都唔算啊。啊郭台铭当署长伊就。靠有国际观嘛，你爱想伊靠有国际观嘛，因为伊啥奈有国际观，伊伫做者国家拢有做生意嘛，伫台湾嘛有做生意嘛，啊伫美国嘛有做生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伊伫美国共开个支票，无兑现迄嘛听足济，我嘛听足济呢。讲要设厂啦，要安那啦，吼，真济啦，啊所以这国际观都爱去，毋是有咧走国际，就有国际观啦，但是。啊，所以讲，咱所以讲的，啊，你那安尼比起来，你感觉好友谊有较有国际观吗？国际观的人，我做一个首长，我用三个人，无人专才嘛，无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专才啊，哦，熟悉啦。外交有外交，尤其外交这项是更加专业。外交不是讲我有飞机飞的去到倒叫做外交啦。外交是一个礼仪之邦，应对进退。那么，哦，来未来去未去，去到遐讲什么话，对着什么阶级的讲什么话，礼仪之中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加着交涉，哦，这是来讲外交是一门足高深的学问啊。所以，这有专业的人，哦，用着人就做个好代志啊。所以，有国际观无国际观，这是一个足笼统的概念。啊，那呢？科比有国际观，罗清德就有国际观，啊，有出国的就有国际观，无出国的就无国际观，嘛，唔是安尼啊。嗯，未使安尼讲，但是咱来讲一句较实在啦，伊伫外国交涉的经验，肯定是比好友伊个较侪啦。我当然啦。伊交涉的经验，比如讲日本去干买迄间，买，大家怨叹个，对不对？吼、喔。嗯。啊，过去讲的条件，讲无遵守，啊，最后陷伫危机之中，趁伫危机的时阵。把你收起来，你有得利有赚钱，这是商业，跟政治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商业还商业，但是政治还政治，但是你即马台湾的立场就是政治去影响到咱的商业，影响到咱的经济啊，是不是安尼讲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讲啊，咱即马要竞的，要选一个候选人，咱要选的是一个会当出来看这个国家。会好选人嘛，对不对？嗯、所以咱，你那我安尼看，侯友宜，伊较适合做法务部长啊。嗯，哎，我坦白讲个，我感觉是安尼啦。但是伊，对啦，
啊，你若讲伊阁要去去哩个吼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伊若做总统是可能治安会较好就对了。治安会较好，这是无错啦，因为伊会敬人嘛，伊会敬伊较早的部下嘛，甚至伊的信任的部下嘛。但是咱若往往经济去想的话，可能经济这方面可能就不是伊的强项啊。对不对？哎呀、啊，经济是安尼啦，我有一个看法啦。嗯，即个生理人啦吼。嗯，一个通常的看法就是讲，经济，你政府卖搞了乱，我就会当变好经济啊。嗯，政府是去创造一个好的环境，唔是政府的经济政策。我来讲，政府的经济政策拢是对你生理人的后壁啦。生理人是可以家己开拓一个市场。那么政府，你尽量卖给我白卡白手，哦，和我生理人就会当去发挥。啊，我趁钱来给你纳税金，和你政府有税收。作者生理人哦，是这款概念啦。啊，所以政府的经济论经济，有几个经济学者，哦，是真正，是真正安尼，哦，来做领导人，真少啊，对不？李登辉到有啥物件？伊啊用着哦，蒋经国。用着孙文璇，用着赵耀东，哦，为着用着李国鼎，那么变到有今仔的台积电，哦，有今仔的竹科，有南科，对不？蒋经国用什么款人？伊是用人才，蒋经国够有通才，伊嘛无足济会晓啊，哦。但是只要甲人才识才识数，咱是咧看这个人会当用人才识才识数，哦，咧选择一个团队，我讲过。用侯友宜个人，哦，你要去选啥？袂赢，但用团队，但是推出一个团队，让大家感觉，哎，这个团队会让两岸和平，会让台湾安定，安定就会当打拼经济，哦，这是一个概念问题啦。但你爱想就是，今仔票是伫老百姓的手中啊。你若感觉你这个、你这个阵容无好。伊是毋是在外头去支持别人？啊你也看，你若讲韩国啊、郭韩佩、加叔公啦、加叔啦，哈，加叔公那是安尼配，是毋是比你即马好友谊搁较好？咱坦白讲个啊，你若即马要用你要加出足侪力啊去支持一个好友谊去选总统啊，另外一个就是你免出上侪力，但是伊会当。得到你民心票投给你，这不是较好做吗？得到民心未？得到民心唔知啊。哦，但是咱即马看的支持度，即马的支持度偏向的是安尼啦。甲过当时我算了，伊嘛阁排第四个。啊，你也过，你也过韩配，因两个加起来未，你有哪未少的？啊，韩的较要虾米配？四当前，伊甲韩的洗面洗一款的，你看。韩的敢要搁虾米配？那换做你是韩的，你敢要虾米配？这是爱你做公亲啊，你才搞公务。啊，我做公亲，我等下搁去用公啊。你看我已经受伤一次啊。哦，我明明都有去讲，我大家拢讲我黑白讲。你看我敢会黑白讲？对。所以有人啊，你也看，你啊这边就算讲人讲你阿伯讲好，林刚。你也看，你也搁出来选议员的时候，你看我会投给你呗。嗯，对啊，我看坦白讲的，你这边那是因为安尼的话，我你若出来选，我绝对投给你的。我相信一寡老百姓因嘛会看在眼内啦。是啊，即卖老百姓哦，智慧唔是讲想法上较早安尼遐传统啊，即卖。资讯发达，我哪会当？你传播讯息作弊。叫韩国的迄阵，我去找伊，伊都唔算啦。无，迄阵伊若要算，我就讲到一件，对不对？你得爱甲顾食，我感觉恁得爱互相顾食，系啊。我过来变换下，后礼拜我看伊出国。系啊，这得较麻烦啦，较麻烦点。恁呢？阮这的老百姓根本就无啥物，有法度人发表家己的意见的方式啦。哎呀、啊，你讲去到现场，去迄落安那讲的去到现场，咱做造势晚会咧去人讲，哎嘛无人要听啦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，我就爱用借由这种方式来跟你沟通，让你知道现在的明星局要取向于什么。不然就是你
不然就是蓝白大结合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最差的想法就是蓝白大结合。好，哎呀、啊，好，哎，好啦，那今天就安尼啊，多谢你阿姐，哎，阿姐，你等下好啊，休困。好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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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永康吼，啊，来淡水上班，离乡背井吼，千里迢迢来遮探家，啊，希望伊会当。啊，这样子有一个好的姻缘哦。但是我爱三顿两碗，顿来故乡行行看看吼。永康较早叫做包姜头啊，吼、哦。迄、那个过档的，伊是讲啦，过档的来配韩总的吼、哦，真歹用啦，因为迄阵韩国的伊都已经吼、哦、表达安尼啊。啊！你讲你搁去调整这个，这都有一点啊困难。啊，马紧，哦，又讲个讲，我爱搁去努力，哦，我来努力，搁加努力一遍，好无？哦。